Hello， 各位火把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 Torch News， 我是主播徐晨。哇，在过去两天的特会当中，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收获呢？哎，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动的话，火把的 It's My Turn 信箱永远等着你。若要正确的认识神的话语，你绝对不能错过在9月17号礼拜四的火把查经。杨牧师将带着各位查考以赛亚书哦，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可以积极的参加。在接下来的9月和10月各有一次的返家逐日哦，分别是在9月26号至27号的中秋节，和在10月10号至11号的双十节。鼓励各位弟兄姐妹要留意时间和地点，千万不要跑错喽。相信各位火把的学生们已经陆续开学了，而火把教会也为各位学生准备了一个活动——学生开学季。在这活动当中，除了有戏剧、Live Band， 还有好玩的游戏。邀请你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在10月3号星期六的晚上，在台铁演艺厅一同来参加。如果你是已经报名与耶稣相遇课程的新朋友，下周五就开课喽，要记得去上课，完成8月份读经进度的火把人。会后可以去兑换读经礼券喽。以上就是本周的 Torch News， 让我们一起来迎接2015年特会的最后一堂信息。